你居然能活这么久，我开始还担心你只是一个难堪大用的废物。看来邪神大人的眼光的确不错。我杀了你！ 只不过是相互利用，各取所需而已。
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好，就让我来告诉你事情的真相吧，也算是在你临死前解开你心头的疑虑。这一切的开始要从我封印的混沌邪神说起。当年我与黄甫云昭经历数十日的鏖战，终于合力封印了混沌，而后其元神就被封存在我二人体内。我的肉身因无法承受强大的范式而隐蔽，但灵魂却因融合了混沌的元神而得以永存。为了复活自己，我四处寻找强大的肉身来搭建灵器。你们幽魂族人的身体本就异于常人，而你又是幽魂圣子，生来便拥有支配嗜血咒印的潜能。所以你为了得到我杀光了我的……不错，黄甫云昭那个无耻之徒竟然将你们兄妹二人救下，寄养于万法归宗门之中。无奈我当时的力量尚不足以攻破门派森严的防守，只能悻悻作罢。十年之后，我联合了灵虚教，终于攻破了万法归宗门。卢总，你的，我知道你一定会去救他。那你为何不直接抓走我？哈哈哈，我还是高估你了，我以为你经历了这一路的历练会懂得个中道理，现在看来你不过是一个只知杀戮不安心术的莽撞少年。我让你接受试炼，在你身旁指导你帮助你，就是为了充分激发你的潜能，提升你的力量，使我的魂魄能够附身在一个更加强大的肉身上。我绝不会让你得逞。好，这么说我们之间终有一战了。放心，看在你我曾经并肩作战的份上，我一定会用最直接的方式了结你，让你少受些痛苦。你休想！
是。你的妹妹也不会白白牺牲的。